Ayla dostlar oynaylı hiç kim çetta kalmasın. Hello 大家好，又到咗我哋嘅美艳土肥母时间啦，我系 Ellie。Hello， 我系 Gigi。今日我哋会教惠立信嘅第三节，咁呢个咧叫做 Tunis 点夸，即系中文嚟讲咧就系向侧边点夸，不过系连续两次嘅，系 double 两次嘅。咁我哋先嚟做 hip hop 啦，隻手打開，兩腳微曲，細於肩寬，即係話唔好咁大啦，細啲。胯部放鬆，我哋右邊擺動兩次，右右左左右右左左，係啦。好，我哋試下向前行，行嘅時候咧，右腳向前 ，hip hop 向。右腳向前嗰時 ，hip hop 向右邊嘅 double 兩次啊！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四步嚇，跟住會翻嚟喎。翻嚟嗰時右腳向後踩落去，向右後向右邊兩步。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嚇 ，OK。即係我哋踩一步 ，hip hop 擺兩下嘅。所以一個白拍裏面嚟講咧，我哋係向前行四步，向後退四步，咁就兩個白拍啦。嚇，請大家跟住我嚟一邊，五六七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而家向後嘅時候，直接將右腳向後踩 ，hip hop 向右點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就是一個完整的動作，同時呢手擠放在那裡是不好看的，那我們會做一個簡單手部動作，就將我們的手相對好了，向旁邊打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七、八的時候剛剛到這裡，手腕相對，第二個回來的時候一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七八嚟到呢度，要匀速喎，唔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咧就好得意。系啊，好多学生都咁样嘅。好多新学同学仔咧就会顾到 hip 又顾唔到手，呢个系正常，需要少少时间练习嘅。嗱，我哋嚟试下先，将脚同埋手同步，呢个系三位一体嘅，手部咧、hip 部咧同埋脚部一齐做。所以看到簡單，但對協調性都有一少少要求，大家需要俾多啲時間練習嘅。好，大家一齊試下，嚟準備，五六七，下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落翻嚟嘅時候，手向外推，協向右邊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啱啱擺嚟到。好，連貫啲，我哋再嚟一次。五六七下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跟住嚟呢度。好，好啦，你今集嘅时间到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